很不一样，到处都是石头，你看，到处都是石头，然后它的浪的话是侧着打到这个，这个石头滩上面，有点，就那个水底下是石头。总体来说这边很平静，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平缓，但它总是往那个石头滩上打，所以不是出来外面一点的话，反正你浪一起来你就到石头滩上了。